十月。十月，你在干什么？没想到我也能拥有这么温暖的家。十月，十月，十月。十月，十月，姐，你找我？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才下去跑步了。十月，我忘记给欣怡买点心了，现在去买。他们家的菠萝包和蛋挞很好吃，要不要给你带几个？嗯，帮我带两个蛋挞吧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十月，十月，你在干什么？安安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为什么会进我的房间，还穿着我的鞋子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好奇，想试一下。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进我的房间和穿我的鞋子呢？你不是说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我只是穿一下你的鞋子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就算是一家人，也要有礼貌，要相互尊重。我也有我在乎的东西，特别是我的私人物品和私人房间。请你把我的鞋脱下来。把我的鞋子脱下来。
走，我们去楼下聊聊。走啊，我要和你谈谈。十月，我不是舍不得一双鞋子，如果你没有鞋子穿，我可以带你去买，或者是我其他的鞋子，如果你有喜欢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借给你穿。但这一双鞋子是你姐夫送给我的，我很在乎，我不能借给你。如果你这样，没有人想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没有人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？你想这么说是吗？不是，你扯远了。十月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很不合适，我们下楼谈谈。你跟别人没有区别，你最终也会嫌弃我，也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对我？我爸也是，现在连你也是这样。十月，十月。喂喂，这是任一鸣的电话吗？请你让他接电话。你是哪位啊？我是沈安安。不好意思。沈安安是谁？我是一鸣的妻子。哦，沈安安，我是梁源。不好意思啊，一鸣去上厕所了。我让他回来的时候回给你啊。嗯，谢谢。十月，如果你这样，没有人想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没有人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？你想这么说是吗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将来组建什么样的家庭，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沈安安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，那对不起了。你在乎的所有东西，我都要拿走。